成功不是个人的野心的成功，成功不是世界人的计划都是成就，成功乃是成全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成功乃是可以在我们身上发挥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潜在能所应当达到的最大的可能性。成功与世界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有一些的人他们从人的看法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在历史上他们没有特别的地位，也没有特别的影响，也没有对别人特别的造就。所以这些的成功跟圣经里面给我们成功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希特拉在那本《我的奋斗》这本书里面定了什么叫做他自己判断达到的成功，结果呢，他是世界历史最失败的人之一。几乎没有人可以说希特拉的一生是成功。当罗马尼亚的总理这个乔切斯库，人家问他你对斯大林这个独裁者的看法怎么样的时候，他回答说呢，他有什么不好，他把一个农民为主的落后的苏俄国改成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的国家，难道他不是成功吗？但是世界历史一定要有一天给我们看见，他是把人性的尊严镇压践踏蹂躏到最凄惨最下贱的一个人之一。所以呢，真正的成功不是当代当时当你四周围的人所定下的错误的标准所能给你衡量的，真正的成功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中间所定的，神放在我们里面潜在能所可能发挥到的那个按照正义真理所达到的才是成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成了这句话的时候，按现象来说正是他最失败的时候，按现象来说他一事无成，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是绝对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事业的任何一种成就所超越所淘汰或者所相比的，因为那个成功才是圣经中间所说的神旨意的成功，在那个成就里面上帝的计划完美的成就了，律法的咒诅除去了，人的罪的赦免了，撒旦的权势被打败了，救恩的宝血流出来了，天国的门被打开了，教会的根基被奠定了。而这些东西是普通的人没有认为是需要或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在神永恒的旨意中间，除了基督这样成全救恩，这样成全上帝属灵的价值所定的计划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的。